美国电商龙头亚马逊 Amazon 于2015推出搭载语音助理 Alexa 的智慧喇叭 Amazonecho， 现传出疑似窃听用户家中对话，并将对话内容录下传送给了通讯录中的友人，引起用户们恐慌。根据美媒 Kiro 7报道，一名住在美国波特兰市的用户 Danielle 表示，日前接到住在西雅图友人的来电，表示他收到 Danielle 家人的谈话录音档。友人根据这个录音内容向 Danielle 陈述他与家人被录下的谈话情境，并判断至放在 Danielle 家中的 Amazonecho 被害，暗中录下他们对话并传到联络人名单。Danielle 在确认录音档确实是他们私人谈话后，马上拔掉了家里所有使用 Alexa 软体的设备，并害怕地说感觉被侵略了。对此亚马逊发出声明表示，判断是 Alexa 误解了背景对话，在一连串不太可能是发生的情况下把用户的对话录音并传送给第三人，像是用户在对话时说出像 Alexa 的字眼，让 Alexa 以为用户在对其发送讯息指令，因而启动了 Echo。 而在某个时间点上，用户在对话中又提到用户某个联系人名单上的名字，所以 Alexa 误解要将录音档传送给那联系人姓名等状况。亚马逊也表示，目前正在评估各种选择，以减少这种情况再度发生。